我叫程仁，在这个红泥镇生活了20多年。这里民风淳朴，商业兴旺，是连接西域的边陲重镇。而我本人，清新俊逸，笔墨精妙，堪称全镇第一画师。哎，干嘛？在这个地方啊，甚是屈才啊。虽然我师傅也有点本事，但画风古板，迟早会被我超越。不，是一定。 前面这个身材窈窕、步履婀娜的女子是我的师姐，也是这镇上官府里唯一的仵作。你们看啊，她对所有人都那么的温柔体贴、爱心满满，怎么唯独对我除外？ 就是红泥镇的一大损失啊！来个烧饼。哎呀，我觉得还是太低估自己了，干脆直接出师算了。师傅，大家请看。 哇！这地狱图是元江湖第一画师陶江的作品。上月有人在西域找到这幅真品，我们红寒馆可是倾家荡产才收回来。你们看看，这多少钱？这陶江先生画技非凡，曾凭地狱图名扬天下。 十几年前却离奇失踪，只留下无数谣传啊！这画中，果然是人间炼狱啊，和谣传一样，这描绘的主刑地狱栩栩如生啊！再看各路画师仿造的赝品，那几家万分之一啊！除了我红寒馆，哪还有找到真品的门呢？好啊，汪大人果真风雅，不如您先开个价。哎。 陶江先生的大作，千金难求啊，本官怎敢开口啊？汪大人出价10000钱，为什么没有更高价？我出12500，我出23000。哎呦，我出3000。要我说呀，1000不值。哎，成人，我画的。 哎，这不成人吗？藏医先生，你可真是教徒有方啊你！哼，老蛮，好的，师傅。你知错吗？哎，这是知错了，我这脖子不行，不是。 这不怪我，我就想卖20000，不是谁能想到每娘起价就是10000呢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学画？喜欢呗，是吧？那你又为什么喜欢？就是想多看看这人间，然后画画这画画世界。你都没入局，看什么世界？拿不起放不下。不是，那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把放下拿起来呢？一派胡言！你看你都说不清，你看过来，给我拿下来，撑不住了，来来来。 啊，我就这个，你觉得你画的很好吗？这还行啊，这地图不就是把人家画成地狱？哎，你看这俩犄角，弄你耳朵上你不也是妖怪了吗？我是妖怪，我是妖怪。哎呀，你生气了啊，师傅。好了，师傅，您不是常说一个人知错能改，要走心吗？咱们这是对牛弹琴。对呀，我就是头牛，师傅。他就是头牛。嗯，下不为例啊。 那个师傅，来，给你看幅画啊。虽然这个写意，您厉害啊，可是我这个美人出浴图呢，是不是更精湛一些？你个下流坯子！给你！你别跑！啊！成人，师傅，你把我打死的！
我站直了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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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真相如何一验便知。哎，这模仿作案也太悬了。人记录。死者身份不详，头部被利斧斩断，全身被沸水煮烂，下腹淤血，颈部无大量出血，现场未发现搏斗痕迹，但四肢有很深的勒痕。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尸体并未完全僵硬，且没有明显尸斑，说明死亡时间未到12时辰。四肢勒痕、湿疹、腋下淤血，说明死者生前曾被长期囚禁虐待。姐，这宅太碎了，不像有利之人所辟啊。案发要地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想我姐了，我过来看看她，问问她中午吃什么。你乱画什么呢？还没画呢。哎，大人，要不画画您吧？你看您这眉清目秀的。我闹红寒馆的事还不长记性。哎，姐，孔差事，那缸里的水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，我看应该是药。好，孔差事，帮我把尸体和尸水带回官署，我要进一步勘验。好。王大人，白姐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慌张？王大人，官署的画师李柏在家被煮死了。什么？庙里有个女人被煮了。被煮了，死相极惨。哎，官署的画师李柏也被煮了。因为做出这事儿跟地狱突有关，连环杀人，还要做，这可都去验尸了。死者，官署画师李柏，死状全身蜷曲，身体由外至内烧至焦黄，并附着了某种药粉。胃内有千日红残留，颈部同样被利器斩断。目前两具尸体均未发现头颅，推测这两起案件系同一个凶手所为。等等，姐。为什么人被煮了，头还没了呢？白五，做你所下的判断，和孔老大说的完全一致。这是有预谋的连环杀人案。这两起案件的死者虽然同样是被煮，可庙里女子是死后被煮，李柏则是活活被煮死的。这死的也太惨了，我昨日还在桑榆先生的画室看到他。哎，可是这么高的温度，这浴桶怎么会完好无损呢？还有啊。这砍下女尸的头是为了隐藏线索，可李柏我们都认识啊，这么做又是何必呢？这些问题我目前也没有答案。哎呀，哎姐，这酒味太怪了，是有些不同寻常。等等，红姑酒铺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百年好合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。哎呀，漂亮吧？恭喜兰花，哎，恭喜恭喜，快快快，哎，请。张大人，恭喜啊！元宝到齐。张大人，恭喜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我商兰和红姑大喜的日子，请大家进来喝口喜酒，不醉不归。好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恭喜恭喜。山大哥，我收完份子钱发现二掌柜失踪了，牵着一起放下。我姑一日三命，一个剪刀自裁，两起连环案件，就连官署里的画师李柏也在这时候死于非命，搞得人心惶惶，让本官的脸往哪儿搁呀。事发突然，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急速查办。急速查办？现在有结果了吗？凶手是谁？连环作案到底是为什么？对了，我今天跟红姑说李柏被煮死的事儿，他就念念叨叨说什么，说什么状元图，说不能连累你，没想到他就……上兰呢？上兰干什么去了？大人，自尽的红姑是上兰哥的妻子。什么？三起命案，两起与官署有关，
饭桶。大人，商兰身心深受打击，估计没法再专心查案了。我看，就交给我和弟兄们来办吧。全城戒严。这接连发生的案件打破了红泥镇的平静，一时谣言四起，草木皆兵。而我总觉得这些案件仅仅是一场序幕。